好，今天要来认识百香果。早上有让你们一人一颗，去摸摸看，摸摸看，好香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要谢谢珍珍的妈妈，还有珍珍的啊外公外婆、阿公阿嬷哦，从台南自己种的哦。然后送给我们，啊，谢谢珍珍，还有谢谢珍珍的妈妈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，呜，早上摸的是一整颗的百香果。那现在呢，妈妈要来唱《百香果之歌》。树上有一种香果子，还没靠近它。就会闻到它的香味，香果子，香果子叫做百香果，从中切一半，看到小黑子，很多小黑子，小黑子，小黑子穿着黄外套，吃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很甜，百香果子真好吃。再唱一次哦，百香果的歌哦。树上有一座香果子，看起来，树上有一种香果子，还没靠近它，就会闻到它的香味。香果子，香果子叫做百香果，从中切一半，看到小黑子。小黑子，小黑子穿着薄外套，吃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很甜，百香果子真好吃。妈妈要从中切一半喽，要不要看？要。锵锵锵锵锵锵，锵锵锵锵锵锵锵。好，我们早上已经闻了它的香味。树上有一种香果子，还没靠近它，就会闻到它的香味。香果子，香果子叫做百香果，从中切一半，看到小黑子。小黑子，小黑子穿着黄外套，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很甜，百香果子真好吃哦。你看，黄色黑色的小黑子外皮就是黄色的肉肉，然后呢它有汁，还有这个都可以吃，吃起来很香，闻起来啊，吃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很甜。好，那妈妈呢，现在呢要请小鱼妈妈，妈妈呢已经把这个果子，我已经把它剥下来了，然后现在让你们摸摸看它的果肉，它的里面的肉肉也是软软 QQ 的哦，哈。那妈妈刚才已经用水都冲过了，你们可以摸摸看，一人一个啊。树上有一种香果子，还没靠近它，就会闻到它的香味。香果子，香果子叫做百香果，从中切一半，看到小黑子。小黑子，小黑子穿着黄外套，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很甜，我最喜欢吃香果子。这一首歌因为是早上听的嘛，不太熟，有没有香香的？有，再闻一次哦。树上有一种香果子，还没靠近它，就会闻到它的香味。香果子，香果子叫做百香果，从中切一半，看到小黑子。小黑子，小黑子穿着黄外套，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很甜，百香果子真好吃。耶、好，我们收回来，我们准备吃品尝。
哦。谢谢。你看，都知道等吃的人生。犬犬，我们要吃百香果了，请赶快放回来。龙龙，我们要吃百香果了。要不要吃？你不要吃啊！好，那就肉肉的你吃。龙龙，放回来。他已经在吃了。他已经吃了。嗯。先每一个人品尝一口。好，你看。好，阿哲哥哥先。好，你看小黑子还有黄色的外套，还有它的汁都是可以吃的，可以帮助你便便哦，很顺畅哦。所以老师都抓雷蛋哦，因为我们五点还要换一次屁屁哦。好，下一位珍珍，珍珍这次比平常会比较吃多一点啊。原汁原味。你咋没有啊？对啊，你咋没有来？去奶奶家。哇！我去奶奶家。嗯，好吃哦。嗯，等一下妈妈也会加入阵容，会一起喂你们吃啊、哦。为什么要喂呢？因为这个呢很甜，如果吃不好呢，会掉得满地。买衣服都是黏黏的、啊、老师为了要有一个愉快的周末，只好牺牲了你们自动，敬请见谅。还有以后我们上课、哦、如果是食物品尝，因为有时候会动刀子，我们就必须要扣住保护安全。那如果是一些常规的引导啊，都会先给机会做地板先生啊、哦。对，好吃吗？对，他去奶奶家。百香果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阿哲，珍珍，百香果好吃吗？好，最后我们等一下一起来问哈。好。妈咪。对。你叫弟弟。你们弟弟做是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百香果汁，我们就要结束这个课程哦。百香果，树上有一种百，树上有一种香果子，还没靠近它，就会闻到它的香味。香果子，香果子叫做百香果，从中切一半。看到小黑子，小黑子，小黑子穿着黄外套，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很甜，百香果子真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品尝咯。来，我来访问一下阿哲哥哥，刚刚的百香果子好吃吗？甜甜的吗？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你做一个爱你，好看。嗯，好，珍珍，百香果好吃吗？你喜欢吗？做一个爱你，我喜欢百香果了，爱你，快，珍珍，啾，哈哈，百香果好吃吗？不好吃，那你还要不要再吃？好，那就是好吃啊，要不要吃？你说好，好，那你做一个爱你，嘴边肉，一朵花。嘴边肉，一朵花，一朵花呢？那是爱你好吗？一朵花，一朵花，爱你。好，珍珍，嘴边肉，珍珍，犬犬，嘴边肉，犬犬，哇，嘴边肉，好吃吗？要不要再吃？好，快跟妈妈做嘴边肉。肉肉，嘴边肉，一朵花，
卷卷，你没有做一朵花。爱你。好，由于在一片哦，终于反应好，谢谢爱你一朵花。对，嘴边漏。圈圈，嘴边漏。嘴边漏那是头，嘴边漏。好，终于在有配合有不配合的情况中，我们的百香果品尝课要结束了，我们要好好来吃一吃了。